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这广西桂林有一只小狗俩腿走路，这可不是假新闻，您亲眼看看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，喜欢上我了吧？我叫东东，是一只贵宾犬，今年2岁了。旁边的这位是我的主人杨伯伯，他每天都带我出来遛弯。3个月的时候带他去穿山，天天只要不下雨，慢慢的腿劲练好。这么走路其实挺累的，可是我发现主人很喜欢，还有狗仔队给我拍照呢。别看我嘴上不说，心里那个美哟。想知道我的最高纪录吗？103分钟，一次性。我是外八字你就外行了，我们狗狗的模特步就是这么走的。我的主人还有个大梦想呢，1年内训练好，再看情况，这个吉尼斯这个有没有，这个只要有的话，我发现它肯定能够有成绩。这只小狗实在是有功力哈，只要它愿意，我看这吉尼斯世界纪录还真是有门。